文晓欢呼妙声音，文晓迎中四个仰慕人，迎中是啊，抱歉啊，前人、不前人、各位演讲师以及各位前贤大德，大家午安。我是中心单位最年轻的一位，所以大家特许我上台报告一下心得。我叫潘文浩，今天或许有这机会来参与这次我与启慧班，后学感到非常感恩与感谢。今天能听到两位讲师所讲的道理，才感到人生的真谛，这是多么的殊胜。要怎么关照自己的本性？如同傅前人讲的一句话，他说：“电灯被黑布盖住的话，就看不见光。”如果把它掀起来，就看得见光。含义就是我们大家都有受点禅师指点，求得到。但是我们没有经常来佛堂的话，就像我们的内心佛堂没有常常打扫，堆积灰尘污垢，这些灰尘污垢就像外在的脾气毛病，贪嗔痴一向。像磨蔽我们的内心，无法发出耀眼的光辉。我们要时常来佛堂，让讲师教我们打扫的方法，大家就可以回礼天了。希望大家互相鼓励，加油加油！感谢大家。